这是 Candy。我们刚刚从很高很远的地方，非常非常的高，滑坡路滑下来。Say hello, Candy。看，我们刚从那么高的地方，再上去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们刚从那么远的地方滑下来。对啊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了。哇，休息一下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See you to Bird Park. Bye.我摄影机准备好了，你们可以下来了 ，over。猫王，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我摄影机准备好了 ，over。辛苦了，你好快啊。对呀、啊、我坐缆车那很快啊，你们滑的当然没有缆车快啊。好累啊。Hello, 辛苦了。我也很努力的一直在推。我缆车当然比你们快啊。耶、yeah, 不错哦，两个从那边很厉害哦。哦，我还好，我跟你们照拍照，我回头，
我都没有往下看，所以我就不会害怕。我往下看的时候就妈妈咪呀，那么高。你应该是唯一下来的人吧。好，慢慢滑哦。OK， 你们注意安全哈。孟华，你滑一滑，等妹妹哈，一起哦。好，拜拜。See you later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哦。加油啦，努力啊！嘿咻嘿咻，去滑雪咯。孟华，你要在第一道吗？小心啊，孟欣，小心啊！他看有没有要过来，嘿。孟华，第三个快还是第五道快？
三天的比较便宜一下。嗯。梦溪下滑了哈。嗯。这个下来的就是它哈，第五道这个。有啊，有第一叫啊。哦吼吼，这个嘛，滑这么远嘞。第三大概了，对吧？对啊。第三大概第一个。这嘛第五大是梦幻，对吧？是吗？是梦华吗？哦，梦欣给赵建宏。高音啊，这个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没有上去？人家都有上去再掉下来，你们怎么没有？林梦欣，你的脚有刹车哈？没有。啊？灯光。